我们一起走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办点事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最近怎么像中了邪似的，一刻不离的跟着我？屋里黑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千山万水的刘佩都经历过了，还怕黑啊？我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还不死心，你还要毁了他。你知道他从小爱漂亮，你让他毁容，求求了你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是妖娘的亲生父亲，我也希望妖娘能够漂漂亮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是夫人，在这世上，女人若没了名节，没有了清白，那就生不如死，能活下来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给我！这是对妖娘最好的选择。你读了那些神仙书，都白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就真杀了他。神仙书。你还记得那会儿吗？我们成亲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带你来这儿泛舟赏月。那时候的月亮跟今天一样圆。你记得我刚刚当官那时候那么辛苦，都为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。我做到了。老爷，我们走吧，我们离开这儿，走得远远的，就当我们没有姚娘这个孩子。等明天的事情一了，我们就一起回乡下。我去书院当院长，咱们再生一个儿子，我会亲自教他读书认字，看着他考取功名。姚娘才16岁，花一样的年纪。为他刻个碑，我会写一篇文章，就写他的忠烈。
以后让所有的后人都记着他。这杯酒，这一江水，这一轮明月，就当我们为娘娘送别吧。老爷，我们造的孽，就拿我们俩的命来还。这药很好，发作很快，不会遭罪的。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曹氏子孙就毁在你手里了。让我以后怎么抬起头？你，老爷，是我们害了妖娘，是我们害她去了杭月，我们死了。就没人去找他。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走。说过要让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，我一直等着这一天。我唱得这么好，妈妈您倒是快给我找人啊。你想通了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下个月十五花好月圆是个好日子，就定这天咱们把事儿办了啊。